上功赋仪智能制造天津有限公司 2006年5月24日 成立，总投资 1.5亿元， 占地 7.55万平方米， 建筑面积 4.69万平方米， 拥有软件、电脑、电控、机械、激光、超声波六大核心技术 及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 拥有200多项有效专利， 80多个软件著作版权， 拥有世界知名品牌 富仪RichPeace， 企业通过 ISO 9001 质量管理体系的认证， 通过 ISO 14001 环境保护体系认证和 ISO 45001 职业健康安全体系认证。富仪在家纺领域提供全系列的设备解决方案，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其中包括高速多针有缩航缝机系列，涵盖多种规格，可以按需求进行个性化定制。该系列机型适用于冬被、夏凉被、被盖、床垫保护垫、 床垫等产品的加工，机器转速是普通飞梭航缝机速度的2倍以上，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可完成各种花型、不同厚度的航缝。高速通用裁切机是高速航缝机的裁切优选，同时也可适配各种航缝机。本机具有编切、横切、分条、打卷等功能，严格按照 CE 安全标准配置，机器稳定，效率高。 富仪电脑全自动锁四边机可以完成多针包边被裁切锁边工序，同时兼具翻套被加工缝边裁切功能。富仪自主研发，机器结构新颖，设备稳定，是背心加工的首选设备之一。全自动包边机适用于背心、床垫保护垫、毯类的产品自动包边，可配合生产线使用，实现自动包边作业加工出来的产品美观、一致性好， 是自动化加工生产的核心设备。富仪全自动跑四边缝纫机适用于背心、床垫保护垫等产品的四边跑边加工，配合多针航缝机使用，流水式生产，效率高，损耗小，适合经济型备品的加工使用。 翻套背四边缝纫裁切生产线适用于针织和梭织材料的背格、翻套背、自动化缝边等工序加工，原材料均为主动送料、醒料，自动对边、缝边、裁剪切块，针对针织材料有很好的加工效果。 美式胖背四边缝纫裁切生产线是专门针对美式胖背工艺而研发的专用设备，颠覆传统的胖背加工工艺，改为连续的浸料模式，棉层在上，将棉层和布料层进行四边缝合固定，其中单边流口进行翻套，这样做出的胖背边角均匀一致，而且可以水洗，同时机器效率可以到达3到4床每分钟，可以极大的提高企业的生产产能。 富仪衍航翻套背生产线适用于带有装饰层的衍航翻套背产品加工，机器由上料、多头打点航缝、装饰面料送料、四边圈缝以及裁切拉料几大模块组成，上料部分都带有纠偏功能，保证布料即使使用匹料也不会跑偏。多机头打点可以实现不同形状的花型缝制，航缝最高转速3000转每分钟，机器配有编切、横切功能，可以按照要求尺寸切割成型。 该机将传统的多道工序、多台机器整合到一台机器上，大大节省了用工成本。富仪多层自动上料单针航缝机是将传统的单针航缝机进行升级，变为双层或者3层结构，背心前进后出，自动分流入料，自动加料，自动张紧，省去人工加料、换框工作，各层独立航缝互不干扰。 富仪框式单针航缝机适用于被子、床垫、睡袋等家纺产品。富仪自制航缝机头可应对各种薄厚不同材料的航缝，机器最高转速3000转每分钟，1:1框架设计，节省占地面积。机器可选配自动换缩装置和上料工作台。
框是单针航缝机的撑布袋机型，可在航缝同时拖住材料，阻止下陷。对于超柔材料或者大克重产品的航缝，如蚕丝被、丝绸被、毛毯被、重力被等，有明显的优势。双安架连续送料龙门式航缝机是在连续送料航缝机的基础上进行升级，满足两床物料同时航缝，效率提高近一倍，自动送料、拉料、航缝、裁切全自动一体化完成。全自动睡袋直线航缝机适用于睡袋直线航缝、自动起缝、自动收针连续生产模式。负移连续送料双边折边缝纫机适用于窗帘、扇布等辅料连续双边缝。床笠航缝裁切自动化生产线适用于带底部、面部、喷胶棉床笠的中间花型航缝，同时进行四边和四角的裁切。单色电脑航绣机系列分为单幅与双幅两种机型，机器最大幅宽可以达到3.3米，最高转速750转每分钟，适用于夏凉被、床罩、床垫保护罩、家具软包等产品。多色电脑航绣机系列同样分为单幅与双幅两种机型，因具有多色功能，适用于航缝、航绣、各种垫类箱包的加工。双排电脑航绣机相比单排航绣机效率更高，缝制组合花型时可以避免重线，在缝制质量上更容易得到保证。有梭多针电脑航缝机是富仪的亮销产品之一，该机器主要应用于家纺床品的航缝。富仪电脑绣花机平绣系列，头数、头距、针数均可根据需求定制，富仪机电一体化自主研发技术，扩展灵活，兼容性强，可对接物联网平台，并可根据需求定制专机，与富仪自主研发的智能绣花打板软件无缝对接，制板与绣作完美融合。富仪大弧面电脑绣花机针对大尺寸产品的绣花而研发的专用机型，常用于家纺件套的加工，采用多头组合拼接的生产模式，缝制精度无误差，自动锁头、自动切换机头，比传统拼板导框方式效率高且更精准。机器可选不同头数、不同针数、不同的绣作尺寸，满足对于大弧面产品加工的不同尺寸需求。可选配跟踪绳绣、激光切割、八亮片、双亮片、雕筒、三色散珠、简易绳绣、粗线装置、混合链式毛巾绣、自动切换毛巾绣和平绣工作模式，操作简单方便。富仪软件电控机械一体化研发，头数、头距可根据需求定制，平绣组头也可选配其他功能，满足客户生产需求。纯链式适用于服装、家纺、家具等产品的链式刺绣与毛巾刺绣工艺，六色、九色毛巾可自动或手动选择任意颜色，毛巾绣高度可设定，可选配自动清理毛巾、绣底缩住线毛，保证绣品质量。混合缠绕绣花机，富仪全新三代盘带绣电控，跟踪电机独立控制盘带机头，控制更精准，操作更便捷。每个盘带绣机头配备左右两个线轴，可实现绳绣、带绣、锯齿绣等多元化特种刺绣，可手动或自动快速地进行平绣和盘带绣的转换，操作方便。富仪自主研发的全新三代电脑控制系统，15.6寸液晶触控屏，屏幕显示刷新率50毫秒每次，实时动态显示刺绣状态。平绣、植绒绣花机，一台机器可分别实现平绣和植绒绣两种功能，拓展了机器的多样化应用。自主研发精密植绒绣装置，可在0.6毫米的范围内调整直线密度，实现超小针布超密刺绣，细致准确地表达出图案精髓。富仪自主研发全新三型电脑控制系统，友好的人机界面，触控灵活，存储量大，确保整机的高精度运行。
负移全自动大布卷铺布机，支持超大卷直径面料，兼容直径小于1.5米的布卷，面料重量最大可做到2吨。该机型省去了频繁换料的工作，适合需要大批量铺布的企业，多应用于家纺行业。家纺专用全自动铺布机，针对家纺行业材料以及幅宽而研发，适用于床上用品、窗帘、沙发、布艺等家纺家居用品的全自动铺布。6公分裁床，从服装 CAD 软件到 CAM 控制系统，再到精密机械制造，具有完全自主研发知识产权的裁剪生态系统，自动过窗连续裁切，无需二次定位及预留换床间隙，可裁切任意长度裁剪样板，节约面料。大幅面摄像定位激光雕刻切割机，有效解决高弹性印花面料或绣花面料的图案切割变形问题。采用2000万像素高精度工业相机，自动识别图形轮廓，有效进行高精度切割。双头异步激光切割系统支持2个激光头同时切割不同的图形，同时软件能够根据排版后的图形数据合理分配2个激光头的加工图形，提高生产效率。大幅面激光裁床适用于家纺产品，比如人造毛毯类、贝壳、玩具等产品的精度切割，裁切精准效率高。全自动360度旋转机头单针缝纫机适用于枕套等产品全自动缝纫 ，AB 框弧间歇换料模式，献技美观，加工产品质量高。旋转机头全自动缝纫机曲折缝线剂多用于加工床品件套装饰线使用。立衬旋转机头精密缝纫机多用于立衬羽绒被的立衬条缝制，缝制效果好，可以节省烫线工序。旋转机头精密航缝机羽绒被专用机适用于切穿式羽绒被、羽绒睡袋的全自动缝制。全自动精密航缝机适用于生产羽绒被、棉被、丝绸棉被、睡袋等相对高质量标准的产品。床笠裙边机适用于床笠的加工，具有自动缝制橡筋、自动对边、自动上料、物料检测等功能。半自动包边机一型适用于背心、床盖、床垫保护垫等产品包边使用，助力提高生产效率。被子包边机机包边背心最常用的设备，切包一体，工作稳定。床垫包边牵引缝制工作站，对于较厚的床垫、背心、软垫等产品包边时有机械手牵引，从而达到省力增效的目的。负移自动折叠包装机为背心包装而研发的专用设备，设备主要组成折叠装置、打卷装置、叠块压缩输送装置，机器可实现打卷成型和叠块成型，可按需随意切换，适用于连接背心生产线使用。负移被褥打卷机适用于枕芯、被子、毛毯等产品打卷装袋，因其自身结构简单易操作，受到客户的一致好评。全自动压缩包装机将产品放进 PE 袋以后，可以进行热压封口，自动流入，封好自动流出，效率高，封口质量好。压缩套袋机适用于枕头、靠垫、床上用品压缩套袋包装。压缩封口包装机，手动包装机的代表，用户使用量最大的机器之一。负移一直致力于为穿、住、行、衣四大领域客户提供柔性材料的设计电脑化、生产自动化的完整解决方案。2023年，负移将全面推出资源网联化、管理信息化的产品和服务，为行业客户最终实现业务数字化、制造智能化的落地实施而努力。